机会输，啊，不过结婚还得有分寸，你无分寸就是欠的。来，我要请你吃物件，嘴巴开。我嘴龟龟好好撇骨头，安尼我得免吹粪扫汤。你啥子只？昨暝一个房间，伊该个就大声的，该个人阿妈拢来弄嘛，叫我较细声的。无可能，伊无可能打你。我原本嘛是安尼想啊，啊，不过我一碰到伊的大腿，就咚一下跳起来，我差一点仔把我惊着。既然我已经结婚啊，那安尼我红晒嘞，敢会是你？我的翁婿啊，若是这么缘投吼，大家拍到阵，我嘛是不要紧啦。嫂啊，我唔是恁翁啦。之前是我的男朋友，是你的小姐啊。你嫁的吼，是志成的大兄啦。是你？无你，那是啥物面啊？你真失望是无？啥物失望？这根本就是绝望！哎呦，我无爱啦，我不爱嫁一个生在遐臭老的人啦！啊，恁赶紧哦去搞医生叫来啦！我无想要结婚，我要继续昏迷啊！你无想看你家己生做啥物型诶？阮少峰陪你，算你捡到万银诶！阮少峰要找啥物款的查某囡仔无？伊要娶选美小姐，嘛绰绰有余。你有啥物意见？阿桑，我是失忆，不是失智。编外条件要嫁一个缘投的翁婿，那是真简单的代志。更嘛要跟这款啊，翁婿都已让我足失望啦。大家都安尼气呀呀，我想哦，这公伯一定是可怜我，才安排我失去记忆，到尾哦受起这种嫁唔到人的代志。我看你跟少峰的关系绝对不简单。啊，讲生笑的啦！啊，我看迄小三不是讲安尼，呀呀，是讲我看你足面熟的，咱是不是捌见过面？你记忆都还袂恢复的，哪有可能感觉我面熟啊？嘛是啦，少峰。你想干干啥啊？阿哥，你这姐 ，baby， 安怎？你今日要来接我是不是啊 ？baby 啊，我告诉你，啊，你恁这姐哦，哎呦，想叫你是我的翁婿。好啦，我即马去甲你接啦。啊，等我。叶少峰，我就知你哪有可能叫我 baby， 抓着好。叶少峰，你哪敢这么好看？我刚随便替你翕相。你凭什么对少峰动手啊？来，你凭什么问我？哦，凭你是外婆，外婆就去边啊徛好，待才扒你的皮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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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家己无法度控制，你家己搁怪我，这唔着代志，甲咱怪别人。为我是一边到底嘛，你敢有搞坏事嘞？无，你一开嘴就怪志成，然后怪少强，即马搁想要怪我，这唔着代志的人是你，头家的嘛是你的，那会不怪就全世界拢对不起你啊？我看根本是你家己啊，无代志找代志做，你卡根本就无感情啊！来条裤要创啥？啊！啊！你真好耍，
感情是一回事，俺唔过结婚还得有分寸，你无分寸是欠的。叶少峰，你甲雪莉偷来暗苦偌久，我无想要追究。俺唔过为即马开始，我无想要甲你有任何交差，我要甲你离婚。安怎？我是你的太太，你是我的翁，莫讲大腿啊！我想要坐搁较起的，你拢爱配合。你对我讲话的态度上好，莫想歹哦。啊，若无我就去法院按铃宣告，甲你甲雪莉的相烟故事讲给法官听，讲给记者听。我给出实体书、有声书，甲大家讲，你为着要甲志成变加班，真正是痛苦改变。会惊啊？会惊就较白个啦。我即马讲啥，你就做啥。来，我要饲你食物件，嘴拍开。啊！呸呸呸！拄只叫你食物件，拄好嘴开开，好好撇骨头，安尼我就免吹粪扫汤。你哪来？你啥子家？昨暝一个房间，伊该个就大声的，该个阿妈拢来弄嘛，叫我较细声的。不可能，伊不可能打你。我原本嘛是安尼想啊，啊，不过我一碰到伊的大腿，就咚一下跳起来，我差点把我惊着。我到天光哦才困，啊，够累。你有嘛？你不是跟我讲你无可能扛脏家里？我无。伊无着。少峰，昨暝伫我身躯顶有留足济爱我的证据。你这个小杂毛贱女人！好啊啦！你先莫来回忆。你莫闹好不？我先莫接话，头壳足疼的，你敢看袂出来？你敢看袂出来？我对你做什么诶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小峰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错了。你做了真好，安尼伊就袂乱啦。我不是跟你讲，这两天咱莫联络。我拜托你好，听我的话，你回去，回去等我的电话，好不好？